他们谁啊？嘿，老总，你这闹什么呢？嘘，听着，这屋里头没有外人吧？我们仨不都是外人吗？不，我从来不把你们仨当外人，知道你们能给我保密。保密？对。董哥，您认识？您犯什么事儿了？我？哎呀，我是怕别人犯事找我。过来，过来，先让你舔舔眼，都过来。哎哎、千万不能动这枪子，你知道这里面搁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先让你们都。开眼！怎么样？真正的汉阳赞！老总，您这是跟谁呀、啊？董叔，我们都是穷人，您得跟我们下手啊！董叔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半夜三更，持枪闯入民宅，你要打谁？嗯嗯、我们。阿刘，你先跟他拼了吧！别，一块，哎，这别打，你们自己瞧瞧，这枪他能打人吗？没有准心哈，没有撞针啊，没有扳机的呀，没有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再形容我这成铁疙瘩了。知道这是谁的枪吗？好好看看这枪杆上刻的字。熊秉棍，听说过吗？啊，没听说过。这是干什么的？说出来吓你们一跳。哦，当年熊先生在武昌队伍上当过班长。没听说过，一个班长就吓一跳。当年我爷爷当过排长。现在他老人家那腌的锅子还在，便宜卖给你。我爷爷还当过连长呢，哎，他现在还在我们家剩一个饭盒，人家要更便宜，二十块钱拿走。我爷爷当年还当过营长，嗯，留下过一条皮带，啊，那是真皮的，一个眼都没有。去，都去。闹了半天，一群基层干部的后代，拿我当什么了？收破烂了？啊！您以为您不是啊？我不是批评您，董叔，您有点走火入魔了吧？一班长用过的破枪，你也当文物收藏？班长那得分什么时候的班长？辛亥革命，知道吗？是。武昌首义，知道吗？听说过。哎，当年熊班长就是用这玩意儿。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。辛亥革命第一枪？对。是个班长打的吗？嗯。我怎么听说好像是个总司令打的呀？姓朱，朱德。你那是南昌起义，我这是武昌。反正差不多，差远了。我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，一个是江西，一个是湖北啊。具体来说呢，武昌在江西，南昌在湖北。哎，错了，南昌在湖北，武昌在江西。哦，我也错了，全都反了。湖北在江西，南昌在武，哎，我这更反了。反正啊，这个武昌起义第一枪是熊先生用他打响的。我怎么记得是姓孙呢？好像是孙中山先生。孙中山是领导，具体工作是由熊班长他们几个主要负责的。同志们，明白这支枪的来历了吧？
明白了，有历史意义。对，我来给你们详细的解释一下。当时不用再解释了，直说了吧。这就是国宝啊！啊，说话就要纪念辛亥革命85周年了。大陆、台湾是海峡两岸，都憋着找这把枪来，正巧它落在我手里了。天意呀、啊，天意呀、啊！哎呀，老董、啊，这么说国宝在你手里，我你这就算发了，可以这么说吧？现在风声很紧，黑道上、白道上都在算计着我这把枪呢。我考虑放在我们家里头实在是不保险。我觉得你们这儿比较可靠。我想着，您打算怎么着呀？这说话不保险，抱妞去。还有你。你一块全跟上。进来了啊。啊，一二三，三二，不等齐了是不是？等齐了，把门关上。小刘，啊，这窗户进不来人吧？您没喝酒吧？这是三楼。哦，那门还算严实吧？您放心，就您这破门，拿钥匙开着都费劲。那就好。这当年箱，那开开就是更费劲了啊。是，反正没钥匙开不开，有钥匙也得开个把钟头。那就好。那你这人还算靠得住吧？是是，我您还不了解吗？我这被朋友两肋插刀啊！啊，那就好，那就这样了。为了这把枪，我是好几宿没有睡着，安稳觉。我就想着这屋里有个保险箱嘛。行了，我这边吧。董叔叔啊，您就这儿了？我这边，这儿也装不下您呐。就是啊，老董。您虽然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，您也不能跟这儿睡呀、啊。不要乱，大家都不要乱。小刘，嗯，小周，哎，小刘，嗯，咱们认识的时间可是不短了吧？不短，不短，不短。你凭良心说，我老董这人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还真不好说呢。凭良心说，我觉得，不怎么样。反正、啊、我对您没什么印象。我这位大活人，你怎么老没意见啊你？怎么？你没印象，我有印象。你们三个不够朋友，我准备把这把枪在你们这存几天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行。有他镇在这儿，我们晚上也不怕小偷了。你们不怕小偷啊？这枪可怕小偷。我的弟弟妹妹们，这枪搁在这儿，等于老哥哥那猪半条命搁在这儿。枪要让小偷偷走了，那我也就完了。完不了，董叔叔。他要是丢了，我再赔你把新的，我有用的。我的好妹妹，就是把你卖了。也不至于枪点钱。哎呀，那我还是不管他了吧，不然真把我卖了。老董啊，我们这是在您这儿租房子，可没说帮您看东西。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这事儿。是啊，您看您对我们是很信任，可是这责任我们要有什么好处吗？还可以考虑。好处。这样吧，为了这国宝，我也就豁出去，责权利三结合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枪在这放一天，
我免你们一天的房租。啊，其实我们不是为了钱，主要是您对我们信任。对，主要是保护国宝嘛。对，老总，把您那多半条命给搁进去吧。你赶快搁进去，那我就搁进去。你赶快。谁？我？你在瞎折腾什么呢？我们先睡了啊。你怎么藏哪儿都不保险呢？哎，这大门二门都锁着，又有保险柜，你还往哪藏啊？不错，万一来了小偷，肯定是直奔保险箱。搁我那屋实在不安全。那你人不在那屋呢吗？就看着他了。我万一要睡着了，那小偷还不顺手连我就杀了。那你睡觉的时候不会惊醒点吗？惊醒那就更要命了。来了小偷，我是往上冲还是往后撤？往上冲啊！往上冲，我不一定打得过他。那你往后撤。往后撤，那国宝万一有个闪失，我也赔不起啊！我琢磨着还是得给他再藏在一个柜子里，还是双保险。哎，要不我把它搁冰箱里？没听说过冰箱里搁保险箱的。那我就藏沙发里。那我还先得把沙发给拆开，我找家伙事儿。哎，你怎么胡折腾？这怎么是胡折腾呢？啊，这是老董多半条命，就等于多半的老董啊！我不能稀里马虎的。那我琢磨着，要不然把老董搁我们那屋去。嗯，我瞅你那床底下没什么东西，塞进去正好。把老总放我床底下啊？那不会不会睡不着觉啊？你睡不着觉，正好看着老总啊。那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就得我看着呀？凭什么？保护老总，人人有责啊！也不是免我一个人的房钱，人家免的是三个人的房钱。你们俩怎么能不能尽点责呀？啊！我抬举。不用，这出了问题我负不了责任。那就把他放我房里了吧。你这孩子，捏捏脚说话没事没钱的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搁咱们屋，万一出了事儿，咱俩谁也担待不起啊。那我怎么就担得起啊？啊！凭什么这千斤重担就得我一人担呢？嗯？那戏里是怎么唱的？啊？铁的能挑千斤担，铁煤也能挑起八百斤。那戏里是这样的，一铁挑担有千斤重，铁煤少过来占便宜。干脆我是把老董给老董送回去得了啊。那也不合适吧，这怎么说也是老董对咱们的信任呀。嗯，还能免房子钱。你别老提钱的，咱们这是保护国宝啊。对，保护国宝人人有责。这么着，咱仨谁也别跑，轮流值班。嗯，谁值班出了事儿算谁的。行，那这光荣的第一班，嗯，就由你来值。我来值。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吧。嗯，那我这一个班就算是啊半个班啊，那我值啊。可以、啊、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什么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呀？嗯、啊、我值第一班，把老总抬到我床底下去。老总在你床底下我也睡不着。你要值班在客厅值啊，我先睡觉去。晚安。那我也睡觉去啊。晚安，注意安全。嘿，嘿，嘿，怎么都走了？晚安，我安得了吗？我，哎，老董啊。
你可要听话，今天我陪你，你可别自己跑了啊！乖啊！什么呢？嘿，你是不是坏人呢？啊，你坏人，你是来偷箱子的吧？那你把箱子拿走吧，里面全是国宝啊！你可别杀了我呀！坏人，好坏人，求求你，对对，这个好好的坏人，你别。我头一回听说好坏人这个词儿，要搁在过去，你就是叛徒。讨厌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你是来偷箱子的吗？胡说，我是来查岗的。这一夜没有什么情况吗？啊？你是问我呀，还是问箱子？废话，谁问你？当然问箱子。箱子好好的，我快不行了，我已经快得精神病了。小孩子家家没经过什么大事，这还不是大事儿啊、嗯？老董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嗯，我连一个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女孩子，我还要保护她，我能不害怕吗？你别害怕啊！遇有什么事儿，沉着冷静最要紧。你比如说，现在有人开门出来，你在瞅我，我谁谁？谁是我？我听见外边动静，以为有坏人呢。老董没事吧？老董没事，我快挺不住了。哎呀，我这一宿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这一晚上醒了好几回。这个老董啊，咱们仨也刻苦了。大家都喜欢吃鱼，那么有些朋友可能要问，吃鱼时嗓子里卡了鱼刺该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还在。传统的说法是喝几口醋，据说可以使鱼刺软化，其实这是不科学的。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实验。一根鱼刺泡进醋，就算泡了几个小时，它也不可能软化。啊！谁在？别吓我！小哥脸，你赶快吃饭去吧，我和刘大哥都吃过了。那这箱子，我帮你看看。嗯，哎呀，吓死了！嗯。今天外边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没有。居委会张大妈也检查过卫生。张大妈，要继续检查。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？我有一种感觉，可我不敢说。说吧，告诉我。我觉得刘大哥这两天有点鬼鬼祟祟，我觉得他是在打什么主意？你是说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个柜子虽然是咱们三个人看着，嗯，可只有他一个人有钥匙，万一的，你是说，万一他已经偷偷的把老董给偷走了，咱俩傻乎乎的还在这看着空箱子，完全可能啊，好像还在呀。
还在，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手啊。小周姐姐，不管怎么说，刘大哥是个商人，听说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，为了这个杀了都值得。那咱们在这儿不就是等死吗？小周姐姐，我们快跑吧。玉红，看好国宝。干什么去？我准备正式找老刘谈一谈。哎，你不能去。刘红，万一我回不来，把国宝交给国家。我走了。我现在走了。我说走就走了。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别回来。呀，老刘，我什么都不准备跟你谈，咱们吃饭吧。咱们省心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怎么说这也是国宝啊。这样，我去开门，老刘你跟他拼了。我怎么又是我？你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一算来了，我们受的这罪可算是受够了。怎么了？你要再不来，我们就把你的枪送走了。枪？这什么枪？什么？我们这都快出人命了，你给忘了？这什么什么？是不是你那半条狗命？哎呦！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哎呦，我忘了告诉你们了，那个呀、是人家武昌起义摄制组拍戏用的道具枪，没什么历史价值。哎，你们要是喜欢，留着玩吧。啊，真正值钱的在这儿呢，都过来。看见没有？贞观年间的唐太宗漱口用的就是它，1300多年了，这才是国宝呢，还等于我的整条命啊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这儿比较安全，我打算把它放在你们这个地方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呦，老师们，我这整条命，都不要了，都留给你们玩吧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贞观年间的1300多年。